嗨，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卡丽老师的汉语课堂，汉语水平四级考试词汇和句子的电子书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获取。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吧。今天的活动可能会被取消。今天的活动可能会被取消。下个月我可能会去北京。下个月我可能会去北京。他们俩有可能明年结婚。他们俩有可能明年结婚。有这个可能，有这个可能，这个可能性很高。这个可能性很高，完全有可能，完全有可能。我不可能跟他结婚，我不可能跟他结婚，我不可以跟他结婚，我不可以跟他结婚。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可以这样回答他：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可以这样回答他。明天你可以吃了饭再来找我。明天你可以吃了饭再来找我。如果你想提高中文水平，你可以看卡丽老师的视频。如果你想提高中文水平，你可以看卡丽老师的视频。这里不可以抽烟。这里不可以抽烟。考试的时候不可以偷看。考试的时候不可以偷看。我和老公是在语言学课上认识的。我和老公是在语言学课上认识的。后来他换了专业。后来他换了专业。后来他转了专业。后来他转了专业。即使你在减肥，也不能一点东西都不吃啊。即使你在减肥，也不能一点东西都不吃啊。即使我很忙，我也会定期给父母打电话。即使我很忙，我也会定期给父母打电话。尽管我很忙，但我还是会抽时间去做运动。尽管我很忙，但我还是会抽时间去做运动。不管多忙，我都会抽时间去做运动的。不管多忙，我都会抽时间去做运动的。无论多忙，我都会抽时间去做运动的。无论多忙，我都会抽时间去做运动的。花园里种满了花，花园里种满了花。教室里坐满了学生，教室里坐满了学生。他房间的墙上贴满了摇滚歌手的照片。他房间的墙上贴满了摇滚歌手的照片，信纸上写满了“我爱你”，信纸上写满了“我爱你The book of HSK4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is ready. Check the description below to get it. Thanks.